你有最想实现的事情吗？嗯，就是找对象。说一件你最想实现的事。我最想实现的事就是最想实现的梦想。实现啊？嗯。最想实现的一件事，改掉懒吧。体验一次速降。想变瘦啊。买全部的明华堂汉服。我想把那个中医发扬光大。长生不老。最想实现的就是去看一场勒布朗詹姆斯的比赛。去看 idol 的演唱会。最想实现的一件事啊，我想去云南大理。周游全球，周游世界。想去旅游，因为从小到大没有和朋友一起出去过。环游世界。出去旅游吧。带着宝宝去旅行。带着父母去旅游。近期的话，我希望月底来临的计算机考试可以通过，不挂科。可以督促自己经常去图书馆学习。想再进一次高考。就是想回到高三的时候，想要好好学习，然后不来这个学校了。把学历尽量提得更高一点，提到本科为起点。对，如果能更进一步，那更好了。今年我的弟弟可以考上理想的高中。考上本科吧。实现就是学医之后，然后考上研究生，考研，拿到博士学位。我想变得很有钱，好好赚钱吧，能够暴富，挣好多的钱，让家里人过上好日子。赚钱，然后找个对象，找一个女朋友，想和我男朋友结婚。最想实现的，就是让自己变得更优秀，然后可以跟女朋友一起。爷爷奶奶身体健康吧，父母身体健康吧，能够独立生活吧，就是有能力做自己想做的事，让自己变得强大，然后可以造福社会吧。找往自己的生活就好，把我本职工作做好了呗。就是做好自己的事，自己的事情为你们服务好，做好你们的事情就行。